你来干嘛？我看看你啊。我就等在这儿啊，等你处理好了，我就过去。该看的都看了，没什么怕你看的。不该看的不看。你跟我立规矩呢是吧？不该问的我也不问。你问，我能说的都说。我想听不能说的。领带这个事儿我能说，我昨天去找刘亦凡，差点打起来了，领带被他给烧了。你不是不认识刘亦凡吗？我是不认识啊，我团队人认识啊。行了，你别说了，想听的一句我都听不着。我们之间还有信任吗？你拿我当对手还是当女朋友啊？当亲人。我们的工作性质特殊，知道多对你不好啊。行，那就立个规矩，我们互不干涉彼此的工作，职场上是对手，谁也不许对谁手软。嗯，回到家后掉个个儿，你别看我电脑，我也不看你手机。你不想说的事儿我不问，我出去见谁你也别管。哎，我那什么放哪儿了？什么？什么什么？我问你话呢。你能做得到吗？你能我就能。哪什么找什么呀？别翻我东西！我找我 T 恤。你就不怕翻出别人的？谁的？刚立的规矩，不该问的别问。这是在家里，不是工作。你怎么了你？哎，哎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周总，我不活了。憋着呢，你上厕所。厕所您还亲自去啊？哎呀，奶奶！嘘，奶奶睡着了，都几点了？笑得出来你。
是了，你帮我接吧。老大，方威都跟我们说了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们干嘛呢？我们都在公司呢，点了外卖，你要过来吗？我累了啊，我就不过去了。你们吃完了早点回去休息啊，辛苦了。你还是去吧，我们团队需要你。我需要你啊。我一直都在啊。这样，我们这样的关系到底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？你说，这个问题我已经问了自己好几遍了，没答案。Thank you.
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失忆了？做了一个特别长的梦。我也做了一个特别长的梦，我梦见你了。你能不那么恶心吗？真的。梦见我们在ONT的谈判室，我们在竞价，你跟我轮番出价，越杀越低，几千万到几百万，然后就帮我叫些护士。这儿还有呢，叫护士干嘛？我让你叫，你帮我叫呗。你说呀，你说我可以帮你。哎呀，我要上厕所。我陪你去。走吧。哎，你等会儿，哦，扶我一下，嗯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不是你让我来的吗？我什么时候让你来的？你跟小乐说你在三环坝，那不就拐着弯想告诉我吗？你又发了张照片点滴屏，那不就有定位了吗？我跟小乐说我在塞罕坝，是因为我怕我公司有急事找我。我给他发照片，那是因为我昨天真的觉得我快死了。是吗？昨天晚上快死了？那你为什么在这儿？我回家呀。这儿。哎，大姐，那个里面有地方挂点滴瓶吗？挂不了。去吧，我帮你举着，隔着门。哎，离我远点！我听不见，什么都听不见。离我远点儿！我知道，远点儿，远点儿。哎，对不起，你这儿有共享的充电宝吗？啥？你说啥？共享充电宝？没有。肩膀借我靠着吧。我来不就让你靠的吗？嗯。大都你想不到咱们俩会是今天这个惨样吧？惨吗？不是应该感谢小乐吗？哎，你好，刚刚是你管我借的充电宝吗？对，这是我的，先借你用。哎，太谢谢了啊！不客气。只有一个口，是你充还是我充？我手机关机了，我不需要电。那我先充了。来的正好，我正好有事求你。我也要求你一件事儿。哎呀，别闹了！哎呀，别闹了！起来！起不起来？起来！起来！
叫你松开。哦。疼。疼疼疼疼，你还不放手。行了，这种事求你帮忙。嗯，疼。哦。哎呀。哎呀，别演了，帮我挑衣服。好看吗？嗯，开会太休闲了。那件这怎么开这么低啊？这领子醋劲还挺大啊。哼，你别管衣服了，帮我挑双鞋吧。好。还不错。嗯，看我干嘛？欣赏你啊。那么美吗？你说我撬了你的评委，还让你来帮我挑东西，你是想让我良心不安吧？嗯，良心不安了。嗯，那你告诉我，你怎么把刘光安排进去的？商业机密，犯规了。笑得出来你。是了，你帮我接吧。老大，方威都跟我们说了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们干嘛呢？我们都在公司呢，点了外卖，你要过来吗？我累了啊，我就不过去了。你们吃完了早点回去休息啊，辛苦了。你还是去吧，你们团队需要你。我需要你啊。我一直都在啊。罗安真啊，我们这样的关系到底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？你说。
这个问题我已经问了自己好几遍了，没答案。我多识大体呀，既然你心里有我，我也没必要跟你争。你动我的蛋糕总比别人动强吧。你这说的是真话吗？我怎么觉得你在考验我呀？那你说我还有别的办法吗？每次想向你捅刀子的时候，我都自己先心软。我觉得我这样已经很不职业了。既然这样，唉，我还不如把刀放下。其实放下刀子的应该是我。其实有你这句话就够了。别动，脚误。你说，咱们这么竞争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我觉得跟你斗智斗勇挺有劲的。大战之前的多事之夜，我们这样是不是太有点有恃无恐啊？你怕了？人家都说尖下巴的男人特别难搞。再难搞不是也被你搞定了？还有谁的下巴更尖？